今天去阿俊那里喝酒啊，没有办法骑摩托车过去，你看到前面这么一条河啊，那其实是一条路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每天下雨，所以这里的水啊非常深，摩托车根本过不了，小汽车也过不了。老婆骑摩托车把我送到这里了，但是摩托车过不去，现在只能我自己走过去。但是今天我穿的这个长裤子啊，小舅子说如果穿长裤啊是过不去的，裤子可能要全部打湿了，因为他的一个朋友今天过去啊穿的短裤都全部湿透了。我这样把裤子卷起来啊，卷得越多越好，你看还到过膝盖。哇，看看这个水啊，太急了，我真的有点担心会被冲走啊，因为这个水底下这个路面啊非常滑，下面有很多青苔。老总现在还没走到中间啊，还没走到最深的地方，这个水还就已经到膝盖了，我现在都不敢走快啊，水的推力啊太大了，再加上河体比较滑，如果走快了啊，说不定被冲下去了。看那辆摩托车，摩托车刚才走到这里还想过来啊，现在掉头就走了。好吧，马上要上岸了。那这个地方的水流是最急的啊，还是不能走快，还是要小心一点，摔倒了就不好了。还好啊，裤子没有湿。哇，刚刚差点滑倒啊。老婆还在那边等我呢，要看着我过河。啊，有几个小朋友啊，骑着摩托车，现在想过河都过不了啊。现在没有办法骑车过去阿俊那边啊，所以我现在只能走路。但是还好呢，阿俊从另外一个厂回来，正好呢到半路可以把我接到，不然的话我得要走1公里多。好了，就在这个路口这里等阿俊了，他的车啊等会会从这边过来。终于来啦，终于来啦！一个礼拜前陪阿俊去跑妞，当时两个人是一见钟情。现在一个礼拜过去了，我今天去检查一下，看看两个人相处的怎么样。你看，看看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吃火锅，中国的火锅。看看，哇，火锅底料，麻辣火锅底料，油油的，可以可以。豆腐，这豆腐嫩的。哦，还有花生米啊，有花生米就 OK 了。做你的女人啊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可惜我不是女人。哎，今天是要来检查一下你们两个相处的怎么样的，要不要先透露一下？相处的很到位了，很到位了。一个礼拜的时间了，到位了。8天的时间了啊，上次是星期五，今天星期六，已经到位了。已经到位了。该干的事情已经都干过了。干过了。干了几次了？哎呀，你别干过了。好的，你们饿吗？你们饿不饿啊？可以吗？我在玩小玩，你要把那个杯子一放中间就开了。OK OK。燕姐，你们两个能不能吃辣？吃辣。今天吃的中国的火锅，麻辣火锅。阿俊那个老婆可以，非常勤快。哎，看看你怎么做这个火锅，锅底的。这个全都是哎呀，我有点味。第一次听说用土豆来做汤底，以前我已经不标了。
个这么小火锅不行啊。这是什么豆瓣酱鬼脸，点一点的感觉，鬼脸看着真的好吃啊，越看越饿呀。哎哎呀，看看这都不用我再问他们相处的怎么样了，这一看就知道了。漂亮，还是漂亮。这个到后面爽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土豆，土豆现在就可以吃了吧？应该可以吃，但现在有点急，应该不干了。好大一坨啊！虽然刚才我亲眼所见了你们两个相处的还可以啊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亲口告诉我一下，告诉你什么？相处的怎么样啊？可以，非常融洽。哎呀，那个感觉好吗？非常，哇塞！我问他呢，那个感觉好吗？那个，你俩上捏个坑呢？对。那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再相处段时间来。别了，别了，别了。哎，燕姐姐好忙啊！我都完了，他先我。完了，到完。哎，在干嘛呀？在干嘛呀？啊，这个想法，感觉，对不对？这个老婆真不错啊，很勤快。夫妻啊，你也会做饭，他会做家务，你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是很幸福啊。两口子啊都勤快。这小伙也是很讲究啊，这么晚了还洗车。那出去你就洗了，我操。